没办法，我最后一天如果他没有任务，我只能说他刮刮乐啦。我只能刮到死啊，刮到有中为止啊。还是等一下去当碰瓷，去路上给车撞一撞，碰瓷一下好了。哎呀，受不了啦！饮品促销。反正都好难赚哦，奇怪，到底有什么比较好赚的啊？啊，会计师可以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会计师可以干嘛。哎，怎么了？肚子又饿了，要去吃这个人民美食啊！人民美食炒饭，小高短袜炒饭。奇怪，我的二级工作为什么也没比一级的赚快多少啊？妈的嘞！这个真的有办法可以赚到一万吗？哎，我累积赚的也才一万而已。来了啊！干，为什么这个又不能做啦？哎，好，我就给您泡啊。这会增加好感度吗？也不会啊。对啊，这也不会增加好感度啊。我要怎么做这些工作？我记得装扮完了，我也不能做啊。还是要去那个哦，我知道啦，可以去那个职训中心街，他好像会直接连到那里。只是不知道职训中心会不会被抽钱呢？我记得他这里好像可以接这个。对啊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干，这个中介要抽成，你妈的！好啦，给你抽就给你抽啦，我也没办法，不然我进不去啊。接待区等待顾客进入，顾客即将踏入店内，按下 Space 进行欢迎。干你娘、欸！这是怎样？当我白痴是不是啊？听到答对了。这个可以失败的吗？还是有他妈的闪电侠会冲进去？这可以失败的吗？怎么人突然变多啊？嘿，干，这些人都不进来怎样？哟，还有小费耶！嘿，这些人都不进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贵宾一位，哎，干，我忘记换那个道具了，他妈的，哎，忘记换道具了，我记得我有这个皮鞋可以那个干，可以增加基础薪资，忘记了。哎呀，受不了啦！足浴会馆在这里。60、52，所以我应该要在那个看板做个几次，我才有办法接这个工作吧？应该是。哎，那个足浴蛮不错的，做完就可以直接在旁边摆摊了。可我已经没东西了。人员高会提高摆摊的销量，长期在一个地方摆摊，需求会明显下降。当前需求100%。话说，哪有哪里可以摆摊呢？换自己进去爽。哎，我的货到了没？干，还要明天才会到，妈的嘞！我叫好像叫我看什么新闻，对不对？旅游市场自拍杆成了出行哲学，很多网友表示人才人自拍杆要去哪里买啊？所以不只是要在网络上掏货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去别的商店买货。靠杯哦，会计证书原来在这里才用得到哦，干！那我那么早去学干嘛？浪费我时间呢、欸！完了啦，玩错了！干，那个证书要到这个后面才能找工作哎、欸，妈的！哦，那么早就拿会计证书能干嘛？什么时候问做哎、欸？台主要去旁边的城市批货了，好，我等一下去旁边的城市批货，我等一下找一个快速的流程啊。所以是早上跟下午都摆摊最好赚吗？感觉好像早上下午一起摆摊最好赚、欸，摆摊随便又可以赚200多哎、欸，靠腰哦，忘记洗澡了、啊，感觉洗澡会不会浪费时间？感觉好像会、欸，反正还好，20分钟哎、欸，先去摆摊，然后去搭车去批货。可以啦，然后以后啊，干，我忘记领货了，算没差，晚上再领。然后以后就是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要做足浴啊，我不知道做这个、啊，足浴感觉比较好赚、啊，还是先去外县市批货好了。
农贸市场、九五汽车经销商、服装城、电子城，哪是服装城啊？服装城批货。白雅潮牌，我要进货。哇，这还有股票，近期价格变化，鸭舌帽、手链，所以绿的是怎样？比较便宜的是不是？白雅冲锋衣，冲啥小啊？干你你啊！我看怎么那么贵？哎，这是可以批的吗？妈的，2000多哎，我哪买得起啊？这个还可以批个50个帽子拿去卖，这只要1000而已。市场指导价23，毛利润3块。干这什么鬼东西啦？马吉运动，哎呦，买这个了吧？这个市场指导价209，哎，这一双可以赚，这一双可以赚50几块，哎，这个马吉跑鞋感觉很像是个不错的东西，哎，这个应该好赚吧？这一个可以赚50几，哎，干你娘啊！先租一间仓库，租你妈毛啦！去啦，妈的，没有仓库啊！完了，我要赶快回去赚钱啊！哎，出口在哪？出口在哪？干破你娘！哎呦，不行啦，这个都要有仓库才能进货，妈的，我没有仓库啊！哎，这都是以后才能玩的东西耶，妈浪费我2块，干妹妹8888。光打浪费，能提供全面配送，不要再摊位，一面打单就可以。我现在要去领货嘛，快负重了。你妹没回，你不担心？不是啊，我是能怎样担心啊？我又没办法跟她聊天。对啊，她说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啊。她这个都是突发事件的，又不是我想聊就聊。哎，为什么只能摆2小时？时间不够是不是？干，好难赚哦，妈的，受不了嘞！哎，是不是要做到死啊？感觉现在只剩唯一一条路就是做到死哎。不是啊，这样怎么撑得住？这么10000块，干，哎，我总获利也才10000块而已。不是啊，这10000块压力太大了，要先度过这10000块，我才有办法好好的玩这游戏啊。梭哈呱呱乐，没办法，我最后一天如果他没有任务，我只能梭哈呱呱乐了。我只能呱到死啊，呱到有中为止。你前面浪费多时间不是啦，不管我前面浪费了多少时间啦，干，我浪费的时间有多到他妈的我只能赚2000块吗？也不可能啊，哪可能他妈的这游戏一开始就这么难玩。主播，这游戏可以投资虚拟货币吗？感觉后面有，哎，我看后面有一些什么跟电脑有关的，还是等一下去当碰瓷，去路上给车撞一撞，碰瓷一下好了。搞得不知道他怎么玩啊，靠腰，哎，那刚刚他给我的主线我也都解啦，不是，我除了有一点浪费每天都搭单车以外，我也没干啥啦，总不可能连单车不能搭吧。叫妹妹当阿垮感觉很赚。阿垮那妹妹要学的有很多，哎，她现在连烟都不会抽，要怎么当阿垮？烟都不会抽，也想当阿垮，欸，这傻了是不是，啊？足浴馆好感度74了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不用被抽中介费啦，啊。可是也来不及啦，啊，剩5天，干，我这5天才赚了500块而已。虽然说我好像还有货还没卖掉，可是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东西就算清光了也不够啊。看来等一下只能挑战终极刮刮乐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游戏应该有延长吧，这游戏我觉得一定有延长啊。他这个不但一个月要凑10000块，他还要多赚3000块。妈的，不要说我还了10000的，我连他妈的妹妹大学的3000块学费都赚不出来耶。所以我觉得这游戏应该是开场我们就玩错了，我们应该开场要把那20000块留下来的，要把那20000块留下来才比较有机会，我觉得才比较有机会去买仓库批货来卖，才比较有机会赚到10000块。这个他妈的利润都才卖一咪咪而已，是能吃屎是不是啊？连刮5天，不用啊，就最后一天，他如果没有早上起来没有触发任务就开刮啦，就刮到死啊！你看他这样子才赚200多块而已。哥，我想清楚了，哦，来了吗？任务来了吗？
努力考大学，我看到奖学金，还能贴补家用。合着你几天不说话是在憋大招呢？我还以为你生气，我还以为你被我说抑郁了。哥已经要去卖屁股了，妈的嘞！老哥已经顶不住了，感觉蹦迪那边就蹦迪那边摆摊就很好赚，为什么蹦迪这边都不能摆摊呢？这里都不能摆摊嘞，卖有个靠腰的，还是这里可以摆摊？我们把时间压到极限啊，大不了就死掉这次当练习啦。别再见面，见不见，见不见，也没法改变。这怎么听起来也很像别人的歌啊？还是我错觉？为什么他们唱的歌听起来都很像是别人的歌？主播看新闻，进货摆摊才好赚。不是啊，你没有钱，你要不摆摊啊？靠腰，我刚去那个买那个裤子什么的，他妈的一次都要寄十条、二十条，妈都几千块。干你他妈，你我赚了那么久才赚到几千块而已、欸。主播，我已经开始炒房，炒股炒房，你还在睡搞搞？睡搞搞。干，你看这样子九小时一天就不能做别的事，然后只有280。干，你他妈光做这些工作，你他妈30天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工作算300块哦，算300块，算300块哦，我就赚你300块好了。你30天不吃不喝，一天赚300，他妈也不够10000块啊，靠杯哦。情绪低落，情绪低落要怎么办？还要去网吧嗨一下，飞龙网吧上网吗？有机子吗？大多数破解版，你确定要玩盗版吗？哎，干你娘嘞！什么小啦，白目哎！世元还可游玩0.7小飞机。哦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没过的东西也会扣血是怎样？妈的，白目！哎，明明没碰到，我靠，干你娘嘞！妈的，操！哎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好哎，今天又可以卖雨衣喽，生意又要好起来了。干他妈的，在雨中卖东西不遮雨伞的，妈低能是不是啊？啊，剩4天了，顶不住了，3600而已。现在赚钱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，可是感觉好像还是不太够哎。现在叫货也来不及啦，剩4天，叫货搞不好还卖不完。现在就想办法把剩下的货都卖完就对了，把钱压到最大，看不把它顶过去，顶不过去就是刮刮乐，刮到死。在大多数平凡的人群中，你是否见过我？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就类似帮我点赞。都机器人了、哦。